我是武姬的守护者，我的名字是空虚。不需要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何况现在，我更想安静地看他跳舞。你也一起吧。很美，对吧？只要看到他的舞蹈，内心就能重回平静。他们只是被自己内心的阴影俘虏。只要你答应我离开，我可以送你们回去。只是，你们都这么难过了，为什么不留下来看看他呢？哈梅尔抚慰所有人，平复人们的痛苦和恐惧，他总是这样，带我们走出阴影。也许吧，其实我记不清了。恐惧傀儡忘不掉恐惧，他躲在自己的壳中逃避噩梦。苦痛傀儡忘不掉苦痛，他靠自我惩罚苟延残喘。我却什么都不记得，只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。逃避也好，挣扎也好，当巨大的灾难到来时，人类所有的骄傲都不堪一击，无比脆弱。如果有过大爆炸，那它留给我的只有空虚。来嘉年华的人内心都有黑洞，我们只是想要暂时的忘记，想要用这些彩纸、音乐、狂欢填补的。填补不了，再热闹也只是别人的欢愉。喧嚣的乐曲一旦停止，我们又只剩下自己，甚至更加空虚。不能终止狂欢，我们要永远狂欢。可狂欢并不能替代失去的一切，恐惧、痛苦、空虚、疯狂，所有情绪不断地涌动着，涌动着。我们越想遗忘，就越深陷其中。慢慢的，连自己的模样都记不清了，只有那个空洞在不断放大，不断放大。我知道，能救我们的只有他。疑似成最美的舞者，真正的天才，他就是艺术本身，是所有人追逐的对象。有人给他准备最华丽的舞台，昂贵的鲜花美酒将他簇拥，他被抬到云端。可即使如此，他仍爱着我们。我们无法言说的悲伤，无法表达的痛苦，他都能理解，他感同身受，用舞蹈代替我们哀诉。在嘉年华最疯狂的时候，天上泛起红光，人们狂欢着，厮打着。我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扭曲，我以为一切要在疯狂中结束时，哈梅尔，他来了。他说，他会留下来，他愿意为我们跳舞。这以后他从未停止，一直跳着，为了我们而跳着舞，治愈我们的恐惧、痛苦和空虚。是他结束了那个红色的地狱，他创造了美丽的嘉年华。舞姬不需要被问候，他只要跳舞就够了。我们做他的观众。
我们赞美他创造的乐园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早就见过破灭，这世界本只有疯狂，是他把我们带出了深渊，只有他能给我们救赎。我好怕，噩梦又回来了，我好怕，好孤独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好孤独。我迷路了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帮帮我！为我跳舞吧，我们爱你。我们只有这一点救赎了，不要夺走它，否则不管是谁，我都要将它驱逐。有人想伤害哈梅尔，是你的同伴吗？